劇場應該都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的，因為它永遠不會見到日光的嘛。但是世界上美好的東西都會在一個好的戲劇作品裡面出現。隱藏的愛情，體裁是一男一女的浪漫情信，演員就是那個導演的鏡頭，好靚好靚咁樣勾畫一個問號，觀眾睇完之後去思考翻佢自己嘅生活。呢個孤獨嘅挑戰係你同自己嘅挑戰咯，好精彩嘅。今次嘅掌聲帶唔到佢下一個演出，每一次都要付出同樣嘅努力。劇場就好似一個 3D 眼鏡帶俾你嘅感動，然後你行出街外邊嘅時候，你都可以用翻呢一個 3D 眼鏡去望你嘅生活，用一個生命去影響另外一個生命嘅一個藝術。我好幸運可以將我嘅興趣成為到工作。